Hello， 各位欢迎来到卡关卡关关卡，我是熊兵，喺度同大家分享打机嘅过程。呢度系冇攻略，冇秘技，纯系睇下我点样跨关。希望大家跨关者引起共鸣，咁我哋就去睇下啦。Hello， 各位。今日我玩嘅 game 系死亡搁浅，个主角阿 Sam 哥咧就去咗做顺风顺水物流啊，去速递啲货俾啲客啊，所以行到死亡脚闪出嚟啊！系啊 ，Sam 哥喺呢个美国末日嘅时空嗰度送货啊，系啊，而家做嘢好辛苦噶，啲老板咧使死人啊！呢、這个 Sam 哥咧唔单止送货。又要修路，嗰啲路咧好崎岖嘅，全部都系石头路啊，冇乜公路啊。阿 Sam 哥除咗送货之外啦，攀山涉水啦，仲要去帮佢起埋公路啊，做埋咧，睇下做埋 network 啊，帮人通埋个网啊。你话啲老板出少少钱，使死人，佢仲有好多嘢要做噶 ，Sam 哥。咁未來咧，我會帶你去睇下 Sam 哥做啲乜嘢噶啦。不過我將會係好短片式嘅去帶你去睇，唔會係有劇透嘅，唔會有大劇情嘅。咁我都係揾趣味嘅帶你哋睇。今次呢個小小短片咧，就小豉油刀俾大家睇睇啦。所以玩呢个游戏，大家要小心。阿小岛秀夫咧，好中意整鬼人。嗱嗱嗱，电单车去送货啊！哇，睇下啲路崎岖满途啊，几多石啊？全部都系废墟。咁我谂住喺呢度过一过去啦。咁啊，睇唔到啊！原来呢度系一个陷阱嚟嘅。哇，咁我就甩碌啦，跌鬼咗落去，架车都冇埋啦。不过咧都会有啲美妙音乐俾我哋舒缓下情绪，仲要帮我凑埋仔去睇下个 B B 几开心，一路走一路喺个心口度，我会有个 B B 去凑住嘅，哇，几开心！阿 Sam 哥一走咧，快速咁走咧 ，B B 就好开心啦，又有音乐去听下。但系送货咧满途崎岖啊！前面咧好多第二间嘅物流公司咧会抢你啲货，如狼似虎出埋枪嘅，刀枪剑戟都出埋嘅。做埋顺风顺水呢个运输咧，竟然学埋咏春啊！嗱，睇下我点样打低嗰啲咁嘅抢货员啊！要做一代宗师啊！呢个咏春拳，劈劈劈，哇！打到你落花流水，哇！起飞脚，几犀利，好劲噶！佢哋对方又有武器，又有枪噶。唉，做完一日，该翻去冲翻个靓凉啦，舒展下。哇！整埋嗰个磨砂团俾你睇先，哇！益你哋啦。好啦，咁我日后将会。繼續玩呢個死亡搁浅嘅，希望俾啲有趣啊、意想不到嘅情況俾大家睇下嘅，希望大家中意，繼續嚟睇我呢啲片，多謝各位。